女孩子呢洗头后都会有这样的烦恼，头发毛躁不顺乱。但是呢我有神器，我跟大家讲，就是这款负离子的直发梳，它呢有三个温度可以调节，而且呢它的尺寸是不伤发的。因为呢我前段时间染了一个比较失败的颜色，所以我又漂了一下，导致我的发质极差。但是这款直发梳呢轻轻一梳头发就变顺了。PGC 加热释放负离子，让你的头发重新直顺，更加的亮丽有光泽。30秒速热，而且用起来超级的方便，特别适合懒人族和上班族。它的底部呢是可以360度旋转的，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。像我的发质是极差的，但是轻轻一梳，头发轻松就变直了。这款直发梳呢，梳起来头发不卡发，而且超级的舒服。它呢也可以做出可爱草莓的内扣卷，提出一撮头发，然后从上下梳到下面的尾部，往里轻轻一扣。短短几秒，一个好看的内扣就出来啦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提一个头发，以同样的方式，从上往下，到底妆的时候往里一扣，短短几秒就出来啦，几十秒就可以搞定一个造型。超女神的直发也是完全可以 hold 得住的哦，卷刘海也是特别的好看哦。然后再卷一下另一个，当当当，完成啦。真的是太方便了呢，短短几十秒，一个造型就出来了，而且会让你头发更加的柔顺有光泽哦。我真的是爱死了，你不信？